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29愿住正定聚愿师长老人家。有开解到佛在经上将一切众生从修行成果上分为三类。这个在188页倒数第五行这三类呢，一是正定聚。一是邪定聚，一是不定聚。正定聚呢？我们看到讲记说的正定啊，就是他修学是如理如法方法与理论相应，必定正果。而且这个正果是究竟佛果决定有成就这个就是正定聚具体呢，师长说了，像大势至菩萨一样净念相继净念呢不怀疑，不夹杂。相继是不间断，我们学习完了，要这样用功了，要净念相继了，解行了相应我们透过师长的开解了，我们进一步要老实念佛了。不能怀疑了，多读无量寿经呢，信心增长，了解极乐世界义正庄严，不怀疑了，那不要夹杂了，不要夹杂很多妄念，更不能有邪念了，这个念头啊。不能轻动因为一动念呢，就是一个种子它就会赶来未来的果报了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汇聚时，果报还自受所以明白了这个真相那不起妄念。要起念佛的正念呢，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190页提到第二是邪定聚。那学定聚止啊，修行决定了，不能成就了。他有没有定呢？他也有定，但是定里啊有夹杂，或者有疑虑，虽有定啊，还有妄想执着，这个是邪定，他就不是用真心了。192页我们进一步讲的是不定聚这是第三，说他不定就看他欲缘他要遇到缘殊胜，遇到正定的缘。
他就学镇定。啊，他遇到邪定的缘，他就学邪定。啊，有圣缘呢，他会开悟。啊，有殊胜的缘呢，啊，他有可能会开悟，会证果。没有殊胜的缘呢，他就不能开悟，也不能证果。好，所以有这个善知识啊，是缘。啊，我们今天讲老师啊，遇到真正高明的老师啊，这是第一圣缘呢。啊，当然遇到高明的老师啊，我们也要依教奉行啊，才能得力了。啊，老和尚讲得再清楚啊，我们不依教奉行啊，就好像高明的医生开个药单呢，我们也不去抓药，也不去熬来喝，啊，那个药方就摆在那里了，啊，那当然很难受用了。哦，所以善知识是难得的缘呢，啊，我们要如平得宝，啊，听得一句啊，好好去落实一句，在孔子的弟子当中啊，有一位是子路，哎，他的学习态度很好啊。哎，他听到好的教诲了，啊，他还没有能够去落实啊，他不急着要听很多，啊，我们现在不能攀法了，哇，好喜欢听啊，听一大堆，哎，说你在落实哪一句呢？没有，啊，遇到境界的时候，听了那么多经啊，遇到境界一句也提不起来。啊，所以行啊，会帮助我们解得更深入。啊，行呢，会帮助我们对这些教诲啊，印象深刻。好，哦，那提到这个老师的缘呢，这个就要很理智了啊，因为它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缘，好，那佛讲到啊，末法时期呀，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这句话代表啊，正的老师多还是邪的老师多？哎，恒河沙好不好算呢？哦，那个恒河的沙呢？啊，像面粉一样很柔啊，那个数量那没法计算的，哦，所以我们自己要会判断哦，啊，你不会判断了，那就很危险了，哦，首先善知识啊，它要有师承哈，现在的人都喜欢标新立异的。哎，我在什么情况之下我就开悟了啊？这个闪电打下来，我突然开悟了，这个靠不住啊。六祖坛经讲呢，威因王佛以前呢有无师自通的，啊，威因王佛之后啊没有无师自通的了，啊，那久远劫以前呢就没有无师自通了。啊，一定有师承。啊，《华严经》说的“佛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啊，你世间的是聪明啊，要深入经藏不容易的。啊，修行的过来人，
给我们开解。哦，所以阿难问世佛及兄经说，从名师受戒，明不是有名啊，是明白了。哎，谁敢随便说？我明白了，我会了。这种话能随便讲啊？啊，你一讲出来，你不是啊，你就要下阿鼻地狱去了。你没有证，说自己证了，这个都是阿鼻地狱的罪，叫大妄语啊，跟一般的妄语不一样啊。啊，自己没有证，说证了。那就变一盲引众盲了，镶嵌入火坑了。人家来学道的，你把他带到火坑去了，邪道去了，这变断人慧命了。啊，断一个人的慧命都要，可能都要到地狱报道了，更何况你影响了很多人的法身慧命了。啊，那这个就严重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一听，哇，他说他开悟了，就很激动了。啊，要理智啊，不要激动了。万法因缘所生的，那善知是不是因缘所生？一定有啊。有他过去生的善根，加上什么？他成长家庭的缘，学习的缘，啊，透过这些缘呢，他的善根呢，就整个在这些缘当中啊，能显发出来。哦，你看老和尚有很好的父母啊，他们那个年代都有做胎教的。哦，还在大家族里面成长，所以老和尚对家文化很清楚。啊，我们一提家文化，没有概念。啊，我还有一点小幸运呢，三代同堂。啊，家里还7口人啊，不是，最多是9口啊，9口，还有叔叔姑姑。还没成家呢，还在家里面呢。啊，父亲是长子哎，从小还跟老人在一起啊，这个对我们影响就很大了。啊，你看三代人，啊，当然也要懂得教了啊。三代人吃饭，哎，谁先动筷子？老人先吧。哎，在这种环境之下呢，你不会先想自己的啦，潜移默化，这个我就比较淡。这个吃东西一定是先请老人。哦，那假如是在大家族呢，少则七八十人呢，他从小就不可能。先想自己，他先想整个家了。我们想一想啊，假如我们从小就是独生子、独生女，啊、哦，家里就爸爸妈妈跟我，啊、哦，而且呢，父母都得顺我。你说他30岁遇到佛法，好不好修啊？哎，他也知道啊，自私自利要放下了，16个字要放下，可是他已经习惯30年了，他有一个过程呢，啊，而且那个过程跟扒皮一样啊，很不容易的啊。哦，那我们看老和尚10几岁了，忧国忧民了，自己没书读了，起了什么念头？希望以后天下人都有书读啊！你看，这个就是太宗教。
善根呢？还有他成长的环境的影响。再来，20多岁遇到3个台湾顶尖的高僧大德了，都是他老人家的助缘的。老和尚是有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呀，而且对承德来讲，那是爷爷辈的喽。我们注意观察一下，我们这两三代人下堕的速度快不快？哎呀，那个根性在滑，你说现在离了净土法门了。现在的人想扶助烦恼，不要说断见思烦恼，你想扶助都不容易啊！所以越修啊，越感激阿弥陀佛成就了这个特别法门啊！要出六道啊，你只要有任何执着，就出不去了。可是让我们通通不执着，好难哦。遇到人执着人，遇到事执着事，遇到东西执着东西，人事物都放下，都别执着，就执着这一句名号，叫执持名号，这个比较做得来了，集善巧方便的。哎，每个人都能修了，所以善知识时也是因缘所生法，你不能激动啊，你要判断它的因缘状况，你不能说他说他开悟了，你就很激动了，就相信他了。实在讲了，善知识都很谦虚的。他不会标榜自己的，我也有听同修传给我的资料，说有这个老师说他是唯一从庐江唯一得到老和尚跟承德法师真传的，一个人会讲唯一哈。他就已经在标榜他自己了，大家别激动啊，要会判断的。况且呢，我都没得到真传，他就得到真传了，那这个我也觉得有点不是很灵。而且他还说，跟他10年了，可以开悟。哎呦，这种话老和尚都没说啊，他敢说啊？我真是替他捏把冷汗，阿弥陀佛啊！你这种讲法会不会让跟的人执着？他每天在干什么？数我还剩多少时间？10年了。你一个人都在那里数什么时候10年，他会开悟？若心有住，即是非住。哎，他住在你是10年，他在那里算日子。一个人境界要提升呢，是能够安住当下。当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当下能放下未来烦恼，还在那里想日子。哎，我已经5年了，那不都是妄念？而且每一个人的根性都不一样，那怎么可以说跟我10年能开悟？这个话都很怪了，大家会判断。更严重的，假如跟着他学呀。家庭不和了，
夫妻都不和啊，这一定是邪的。哦，老和尚曾经讲过了，你学了佛，家庭不和，你学错了。老和尚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啊。变成什么？控制人，不是身体控制哦，思想控制。啊，你跟着真善之士啊，你只会感觉如沐春风，你不会跟着，还会延伸出很多烦恼来了。啊，善知识，老和尚说的，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帮助我们放下忧虑牵挂。你假如跟一个人学啊，还增加了不少忧虑牵挂，这个不妥当的。啊，帮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啊，尤其呀，善知识首先就教孝道。哇，哎，他有控制占有了。哎，人家父母生病了，他不让回去。说别搞情执，你说这个这偏到所以然处了。所以为什么应祖、李炳老老和尚都强调敦伦敬分？我们这个大乘佛法没有做人的基础啊，真的会修出问题来。啊，为什么大乘佛法在中国开花结果？为什么印度没有开花结果？印度现在都没落了。他在印度是因为有人想出轮回了，哎，释迦牟尼佛有应了。可是大乘的土壤啊，哎，在中国啊。哦，当然，孔子跟老子也是释迦牟尼佛派的啦。一佛出世，千佛永戴，一起配合来教化的。啊，我是看净土宗第六祖有名延寿禅师，啊，万善同归己，里面引了《起世界经》，啊，佛所讲的《起世界经》。就说释迦牟尼佛前二大菩萨于震旦方向教化，印度的震旦东北西南方向就是中国，哦，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国难生呢，我们都遇到了啊。哦今生不将此生度啊，更待何时度此生？哦，要掌握住了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这一日啊，不能错失掉了。好，所以大家要会判断。哦，而且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众生。哦，所以这个我们看很多邪师啊，都耍一些神通伎俩，啊，让这个听的人呢，哇，比较佩服的不得了。啊，哎，你是不是上个月出车祸了？哎呦，你怎么知道？哦，讲的让他一愣一愣的，那可能是他养小鬼啦。所以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就明定了，不能以神通度众生，很容易搞名闻利养。更重要的，哦，我们看佛法是内学呀，向内。哎，一个人在那显神通的时候，你说跟着学的学，人会不会向内？他就。怎么样？着那个相了，追求那个神通
禅宗黄檗大师啊，黄檗禅师啊，这个禅门很有名的一个大德好像那一句"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圈"这个黄檗禅师啊。这个跟一个出家人他们两个呢，在行脚要去参学结果呢，刚好发大水了，那发大水呢，那前面那个河流很湍急了，过不去了。他跟着他的这个出家人，现神通了，飘过去了，然后呢，再把好像是那个乘坐的东西要飘回来，让他再坐过去。他黄檗禅师说，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打断你的狗腿啊。你看一般的人看，哇，就给他礼拜了，哇，太厉害了，这么厉害，神通啊！看黄檗禅师这种大根性是什么？他是要明心见性的，这种神通伎俩啊，是知末的东西。可是人就很容易着这些东西了，去追求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个祖师讲呢，只使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啊，最稀有、最灵的是什么？自己的真心所以。我们入佛门，三皈依呀，皈依自性觉正净。我们修学的重点是要恢复真心啊，不能向外攀求了。所以这种显神通啊，会让众生着相。就不是向内的再来呢，显个神通呢，人家一看，你生活也是这样而已啊，他会把修行看清了，他以为修行你有神通了，你很厉害了，可能你平常也发脾气呀，也有很多习气呀，他觉得修行就这样而已啊。这都会误导众生的。包含呢，你会坏了众生的因缘。人家本来是跟着哪个善知识得度的，你一显神通了，他对你着迷了，你又度不了他了。你把他得度的因缘呢，给破坏掉了。好，所以，善知识有师承不以神通度众生而且呢，沉静谦和，真诚恭敬谦虚，他不会标榜自己，和睦。而且一定是劝人家家庭要和和。我们都要懂得判断。第二个圣缘呢，要有真正的同参道友。对我们有利益的同参道友，
而不是损害修道的缘分呢，对人还是很重要。啊，孟母为什么要三迁？环境的影响。哦，所以修学的人呢，也要有良师益友。哎，老和尚也遇到啊，哎，同修发心出家，啊，那老和尚会指导啊，哎，他先扎三根，啊，哎，扎根啊，有德行的基础，啊，这样出家呢比较稳妥，哦，不然出家，哎，那么多在家人恭维啊。啊，那个慢性啊，很容易起来。啊，包含老和尚说的，那你也出家，但你要找依止的老师，哦，还有好的修学团体，啊，你要有这些助缘。啊，孔子也说，有质有量。有多闻，正直的朋友啊，《维摩诘经》说，直性是道场啊，无虚假故啊，等于是同参道友在一起了啊，能够互相互念啊，因为毕竟啊。当局者迷呀、啊，旁观者清。啊，当然我们要劝人，态度也要好一点。啊，怡无色，柔无声。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语气呀、啊，太冲、太刚硬了，啊，对方可能呢不舒服啊。你讲的重点，他有时候就入不了心了、啊。哦，就劝人要注意态度。啊，当然我们要感召好的同参道友，质量益友，也是感应。啊，能感是我的心，所感是好的同参道友。啊，所以《弟子规》说：“闻欲恐。”闻过心，哎，人家提醒我们问题了，哎呀，谢谢谢谢，很感恩，但是那个谢谢不能嘴巴讲而已，你进一步要珍惜人家的提醒，去把它改掉，不然又变成做表面给人家看了。哦，我们所处的年代啊，经济开发的年代啊。啊，像我就做到染污了，会做表面功夫哎，这个习气哦，不是说入了佛门，这习气就没了。哦，你看老师前、老师后是不是一样的？父母前、父母后是不是一样的？啊，假如不一样了，养成习惯了，入了佛门也得重视啊。啊，言行中性，表里相应啊，哦，不然也会被这个习气给障碍住了。哦，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啊，要有同参道友，哎，那我们思维一下。啊，比方说这一两个月，哎，有没有哪一个同参道友提醒我们？啊，哪一个问题？啊，假如这么一想，哎，好像没有人提醒我，哦，那可能要检讨检讨啊，是不是没人敢提给我们提问题？嗯。
第三种缘呢，是修学的环境。小的环境啊，是道场；大的环境啊，是我们居住的地区。以前修行啊，去哪里修呢？佛寺里面，叫阿难若，就听不到牛叫声的地方。这是很清静的地方，心容易静下来。当然，这是初学啊。你真正要练功夫了啊，先打一点基础啊，要练功夫了啊，那就要在这些五欲六尘当中锻炼了。当然我不是叫你们跑赌场去啊，是说你就随缘啊，随着你家庭的缘、工作的缘去锻炼自己。斗闹场觉悟境啊，不要听偏掉了啊！非圣书秉物事啊，不能去染污自己哦。好，所以社会环境啊，也要殊胜，没有障碍，都比较清净的，这样才能成就，才容易成就。佛讲这三句：正定句、邪定句、不定句。也把一切众生呢、都包括了，就是这三类了。在此地看到啊，西方极乐世界全是正定句。因为决定一生圆成佛道，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也圆正三不退。这个三不退呀，第一是位不退，就不会再退回凡夫了，他入圣位了，不会再退成凡夫了。这小乘须陀洹果，他不会再退回凡夫了。再来是行不退，不舍菩萨行了，不会再退为小乘人了。再来是念不退，他念念流入娑婆若海了。这属于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啊，他完全是用真心了，没有起心动念了，没有妄心了，这是念不退了，所以啊，往生呢，这就是说明了正定了，决定圆满正得三不退，这一愿呢。也可以说是很具体的显示出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退的密意，往生就不退了，也就是往生就做佛了，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因为往生就无量寿了，还有。佛中之王阿弥陀佛做老师，还有观音菩萨，普贤文殊大势至菩萨，这个清净海会众菩萨做同学，一看普贤菩萨坐右边，文殊菩萨坐左边，铁定不会打瞌睡的不好意思打瞌睡。再来呢，环境呢，六尘说法。哎呀，这想到利益这么大，赶快去了，不要再耽搁了。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哦，所以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呢，是主要原因。他48愿的加持啊，我们就入正定去了，圆正三不退了。啊，同时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最低限度啊，你自己已经啊修得一心。我们讲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呢，不容易得到。这个一心不乱有事一心啊，就断见思烦恼。有理一心，啊，那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了。哦，还有功夫成片，啊，就是妄念扶住了，啊，这个也是一心不乱的啊，比较浅的，啊，但是能到达，这个功夫成片呢，那这个往生就已经了。拿到保证书了，只要肯老实念了，我们的功夫都能不断提升的，就怕我们不肯下功夫而已了，若要功夫深呢，铁杵磨成绣花针，还是要下老实的钝功夫啊。啊，说实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好像很多事情解决不了？啊，好像面对事很多烦恼，就是没有老实念佛。哎，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啊，你越烦，你就越不肯念。可是呢，你不念了，你妄念多了。你一定会情绪比较起伏吧？那你情绪起伏去处理事，怎么可能处理得好呢？啊，你越老实念佛了，佛号越多啊，妄念越少，妄念少了，烦恼轻，智慧会长，你才好处理事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要把念佛摆第一啊，这太重要了。”啊，承责自己啊，比方说在想事啊，想不通，还想不到好方法啊，那先不想，为什么？越想越烦呢？啊，有一个词叫伤脑筋啊。我们大陆有讲伤脑筋嘛？啊，这个词我是从台湾听的啊。大家有没有想事情想到哇？这个血管都快浮出来了啊！那你这样想，效果好吗？我看不好。不如啊，好好念一段佛，把心静下来，承德自己的经验呢，只要能静下来念佛了，念一段时间呢，他自然想通了，听经也可以，你先不去想事，专注听经，你就没有妄念了，听着听着，随着老和尚开示啊，你就被。点化了，突然就有灵感，所以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不要陷在烦恼里面了，要把念佛摆第一，那只要肯把念佛摆第一的，哪有可能我们念佛的功夫不慢慢提升上来？
不可能的。啊，尤其只要肯念的，啊，称名时即遇光时，啊，就有佛力的加持。啊，不只是阿弥陀佛加持，一切诸佛加持，包含清净海会众菩萨都加持。啊，这么大的利益，我们要掌握住啊！众生有缘遇施光者啊，佛光啊，阿弥陀佛的光啊，垢面善身，身意柔软，哇，那消业障的速度很快啊，啊，身心都安稳下来，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了，一切忧恼莫不解脱了。啊，他老人家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个善导大师啊，在《观经释铁书》里面讲到阿弥陀佛站在生死的对岸，跟我们说：“汝正念直来，我能护汝啊。”你只要老实念佛，正念分明啊，这一句佛号就是正念了。我一定可以护你的，我们得老实啊！啊，这个《往生经》里面讲了，啊，《十往生经》讲了，你老实念佛了，阿弥陀佛前25大菩萨随护其人。魔不能干扰啊！哎呀，我们这遇到阿弥陀佛，这是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啊！你赶快要去换奖啊！哦，赶快老实念，就得利益了。那我们今天呢，果然能死心塌地，一门深入。将这一句佛号啊贯彻到底，哎，这样就是一心了。啊，我不想再学其他的法门，啊，我就这一门深入，啊，但是这一门啊是大乘门哦。不能忽略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哈，尤其是第一福啊，人天福，要把人做好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落实在《弟子规》，啊，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啊，修十善业，啊，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好，那。我们能用心来扎根呢，扎这三根呢，哎，就符合《阿弥陀经》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呢。我们不扎根呢，习气每天都要现前。啊，我们修净土啊，要越来越清净啊，每天那些习气都在起作用，怎么越来越清净呢？啊，而且随缘消旧业，我们不能每天又一大堆旧业起来了，新殃起来了，不再造新殃啊。哦，所以随缘消旧业哦，念佛人跟一切亲戚朋友有缘人相处，只报恩，只还债。啊，不抱怨啊，也不讨债啊，哦，不要给人家耍脾气啊，嘴巴翘得高高的，啊，那个不妥当啊，那在跟人家讨债了，哦，那是造新殃了，嗯，哦，所以念佛人要改个性哦。
啊，不能零零角角，动不动就伤到别人了。好，所以啊，哎，他专专才能够助正定聚啊，哎，他一门深入，这个就是一心啊，他一门深入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一心一意，哎，一心一意啊，会不会求？我想吃点榴莲，哦，那不是一心一意了，哎，人家请你吃，你要随缘啊，人家说不行不行，陈德宝是说不能吃榴莲，我没这么讲啊，哎，你不能学了佛了。变得跟人家相处起来，人家就觉得，哎呦，怎么人家这么热情啊？全部都被你给这个很啊，不体恤人情，就给拒绝了。哎，哦，这个是重点是什么？检验我们自己的心念，自己还有没有很贪着？贪恋什么人事物，这个都要自己检查的，别人没有办法帮我们检查。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呢，想到什么人事物啊，这个心就悬在那里了。哎呀，不去吃点东西，不去吃这个，哎呀，嘴巴会抖了啊，哎，你就要告诉自己了，哎，我不是要一心一意吗？哦，我要住正定居，要一心一意啊！哦，对，你看，啊、哦，我终于发现了，我对这个东西放不下，你就开悟了。哦，你不要被这个东西一直给你牵着走吧，你马上回光返照，哎呦，这个东西提醒我，我还挺留恋它的。哦，啊、哦，发现自己的问题，发现自己过失啊。发现自己放不下的东西在开悟，啊，你警觉性就高了，要慢慢放，那一心称念弥陀名号，啊，一向专念的，经文上皆同一心，一心是没有恶念。啊，有恶念呢，就不是一心了。哦，那三心两意更不是了啊。心里起个念头，就不是一心了。须臾被念佛之心呢，刹那即结业之所。啊，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啊。我不念佛的时候，我起什么念头？这个念头会不会留我在六道轮回？哦，比方说，你想儿子了，哎，这个念头会不会留我们在六道轮回？会呀。你说我都不管他了，那你又偏到另外一边去了。你不负责任不行啊！你要敦伦敬分啊、哦！但是你很清楚，现在所有的这个五伦关系啊，亲人朋友关系啊，它是缘聚缘散，不要执着，珍惜这个缘借由这个缘呢、啊，提升自己。帮助对方，这叫随缘妙用啊！妙在哪？哎，妙在自他都受用了。哦，你比方说我当母亲啊，哎，我跟子女的缘呢，哎，我就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哎，我常常关照自己的念头，哎呦，我有控制哦。
哎呀，我脾气挺大的哦。哎，你在这个缘当中关照到了，哎，放下，放下。哎，你就提升了。哦，哎，你在教育自己子女的过程，你想着我要让他以后利益社会、利益政法，你就在这个眼里面扩宽心量了。注意啊，不能逼孩子去利益政、去弘法啊，会适得其反哦。你有这个心，也要随他的缘，顺势而为，不能强势操作哦。他是我的孩子，你看，这个我所就很重了，我的你就容易控制占有。啊，哦，那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无求的付出，你的孩子就从你身上学到无求的付出了。哎，你从胎教就注意了，你看你这个孩子得的利益有多大？我们早一天觉悟啊，我们的孩子亲人就早一天得利益了。啊，所以我们用真心呢，治他都受用哦。啊，我们一执着了，有控制要求了。啊，自己生烦恼，孩子家人也生烦恼。哦，所以菩萨六度啊，第六度是般若。啊，布施里面有般若，才叫布施波罗蜜哦。不然那个布施只是世间的福报而已哦。不能解决生死问题，生死大事福不能救。六祖大师强调的，要有功德。什么是功德？你不着相了，你有清净心了，才是功德。你有般若了，般若是即相离相。吉祥就是你在这个境界里面，但是你不执着这个境界，这就般若了。啊，般若像眼睛一样啊，五度像盲人一样哦。你五度没有般若啊，你干的都是轮回事哦。虽然是有福报啊，还是出不了轮回啊，要有般若。所以《般若经》讲了多少年了？22年了，提醒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越知道它是假的，你就不容易去执着它。哦，我跟大家，这个也是老和尚教导的啊。啊，那诸位仁者，你们上个月有没有看？哪个电视？啊，哦，结果呢？你纠结了一个月，现在还在纠结你看的那个电视，有没有？哎，啊，你看了为什么不纠结？因为你知道假的戏嘛，所以你没放心上啊。好，哦，那诸位仁者。我们现在也在戏里面呢，是吧？对呀，你现在的这些境界，就好像你看电视的那个境啊，不要放心上，就对了。哦，心上放什么？放南无阿弥陀佛，是对的。啊，事情来了，真心去应；事情结束了，哎，佛号提起来。很重要哦，不能事情还没到，担心的半死；事情已经过了，纠结的要命，那不行了，太着相了。你看那脑子里一着相啊，通通在那里冒以前的事啊。
未来的事啊，你心都定不下来了。妙法，你看，让我们不着相，好难啊！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举杯浇愁，愁更愁，念头都止不了。哎，用一句佛号替代一切念头，这个我们做得到啊！哦，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好，哦，现在哪一件事让你气得都睡不着觉了？就想想那个肥皂泡，你在气啥？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嗯，好。哦，所以这个，哦，我们这里讲到啊，要一心，没有恶念，要用第一念，不要用第二念，哦，不知道大家第一念念得怎么样啊？哦，大家别嫌我多说啊，我讲了好多遍了啊，但是我觉得还没有21遍呢，哎。好，比方说啊，你们现在不要翻书啊，你可以马上把下联句老句式这一段背出来了。这一段太重要了，哦，那我不翻书，我背给你们听。哦，这个有点标榜自己，不对啊，哎，哦。哎，这祖师这么好的教诲啊，真的是太稀有难逢了。他没到那个功夫境界，他讲不出这样的话来。啊，不论念佛处事，都要用第一念，不要用第二念。哦，我不讲解这些的话，就有人啊，明明人家找他办事的，他还在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这个佛号不能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哇，那到时候人家说，哎，这个人怎么修行修得怪怪的？啊，哎，老和尚说的，你真的有事要办，佛号放下，但是什么，真心没有放哦。你念佛用真心，你办事也是用真心啊。那你的第一念没有断啊？啊，老和尚说，念佛这个念字怎么写啊？金心，心上真有佛。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是真心。啊，哦，所以这里讲处事啊，你处理事情，你也可以用第一念的，大公无私，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哎，物来而顺应，就用心如镜子。真心啊，哎，跟镜子那种状态啊，哎，相似啊，这是比喻啊。你看镜子，镜来不拒啊，有没有这个镜子？人家还没有到他面前来照，他说：“哎呀，我不想照这个长头发的啊，哦，这样我得罪长头发的哈。”哎呀，这讲话不容易啊，哎。他不会啊，他不挑境界呀、啊。哎，这个人走了，境去不留啊。哦，所以事未至，勿将迎，事情还没到，不要担心一大堆。当然，你事先规划，这是对的，这是什么？我们对事的真诚恭敬。但是你担忧就不对了，那生烦恼。啊，事已过，勿留滞，过了就过了。经一事长一智就好，不要一直纠结，不要那个影像重复的在脑海里翻出来，就要赶快念佛。好，把这个过去心不可得啊，不要一直在那里啊，
妄念相续。啊，一有过去、现在、未来烦恼一起来，就阿弥陀佛。啊，慢慢这个过去、现在烦恼就越来越少了。哦，所以坦坦荡荡。啊，大公无私就是真心了，慈悲心，没有私心在里面，见空恒平。就像镜子一样。恒就是以前那个称重量的平等心，没有偏私，就清净平等心去应境界。这就第一念了。可是，假如计较人我，处理事的时候，人我是非，沾顾得失，有得失心了，迁于感情。感情用事，基于义气，哇，很冲动了，这个就变成第二念了。哦，所以念佛处事啊，都要用一心哦，用第一念哦。哦，你看念佛，一切莫管，万缘放下，一切莫管，字句分明，一字一句念清楚，平平常常。平常心，不要有求快的心，不要有求境界的心，求玄妙都不能有这些念头。道在平常中，这要常常提醒自己了。我们一遇到考试了，就开始紧张了。就没有平常心了，若金罩普渡，金是装个样子，罩是有急躁的心在念佛，普渡就是想东想西的了，希冀玄妙，希求这个瑞相啊，不妥了，济公求速。哎呀，我念佛有多少功德啊？你太急于求成了，或背镜向心，老实念就好了，不要再起个念头。哎呀，外面境界我不管了，我就管我的心吧，还是在起念，这样就落入第二念了。第二念就是分别执着了。哦，所以这里又提醒我们了，要用一心，要用第一念。好，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起来，那是阿弥陀佛，那是观世音菩萨，已经是二心了，是不要去分别，我们常要锻炼自己。的分别念、执着念呢，慢慢淡，是吧？哎，那个好漂亮哦，那个长得不好看哦，这些都是分别念的。这些念头越强，你就不容易尊重别人，你就不容易礼敬诸佛了。不要一听人家讲话，他长得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就不怎么听人家讲话，这个口音那么重，你看我们就分别，你是定下心来听，你慢慢就听懂了，所以境界没有问题，问题在哪？念头，我们有分别执着念，就有障碍。不是境界能障碍我们，是我们的念头。这一点很重要啊！你真明白这个真相了，不会把责任，我们生烦恼了，不会把责任推给境界的人跟事了。
释迦牟尼佛修行做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那割力王障碍他了吗？不止没障碍他，让他快速提升了，所以根本境界就没有问题。好，哦，所以真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就会负100%的责任了，不会推卸责任了。好，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名号啊，你看房子没有门牌号码啊，你有门牌号码，我们就产生分别了。还有形象完全平等，长相完全一样，不然长得。形象一不一样，我们又遇到这个境界，又开始分别执着了，哦，所以阿弥陀佛考虑的非常周到啊，就是让你在那个世界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一念不生，一个妄念都不生，不起这些分别执着。下四句呀，是第30愿的，乐如肉净愿。经文是永离热闹，心得清凉。前句啊是离苦，热闹，那烦恼起来很纠结睡觉都睡不着还得吃安眠药呢。那虚火都上来心得清凉是得乐了。怎样？才能离烦恼。热闹就是烦恼。人在烦恼的时候火气就往上升了。心无杂染，就离一切烦恼。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佛在《金刚经》上教须菩提尊者，那教须菩提尊者就是教我们了，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弘法利生，去帮助别人。接下来这个就很重要了。不然呢，我们去帮别人，越帮越烦恼。要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是释迦牟尼佛传给须菩提尊者，也是传给所有的弟子们。你们要。发心弘法利生，必须要接触大众。其实我们现在学佛了，我们每天也会接触亲戚朋友，我们也要弘法利生的，要接触他们了。乃至日常生活、工作、对人、对事、对物，点点滴滴皆需遵依。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不取一相就是外不着相。如如不动就是内不动心了。那不取相分别，这个就是用般若了。那你平常所做生活、工作所做一切，那就变功德。因为你离相了，没有着相了。那这样就生活是功德，做事是功德，处事待人接物都是功德。当然这个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也不是一步就到位的，要立誓练心啊，
要练出功夫来。啊，能够外不着相啊，内不动心啊，你就不会生烦恼，而生长生智慧了。因为智慧是本有的，烦恼会给它障住了。你烦恼轻了，智慧就长了，会冒出来了。哎，那我们想一想。要不取于相啊，就要向内了。佛法是内学，你不能向外。一向外啊，就容易着相。一着相啊，跟着就生情绪、生烦恼。所以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你一向外了，哎，他怎么会这样呢？哎，这我们一讲这个话，他怎么会这样呢？着相动心了，动了什么心呢？动了要求人的心，要求就是贪呢，念头很细哦，啊，不然。我们来探讨探讨，啊，你只要生烦恼，一定有贪，啊，假如大家觉得，哎，我现在生的这个烦恼没有贪，请大家要提出来，不然我就要堕500世也护生啊，是吧？我讲错了，要负责任了，诸苦皆从贪欲起啊。哦，我这个是依据中峰大禅师说的哈，不是我自己乱发明哈。所有的苦从哪里来？贪，念头里面呢有要求、贪求，就会生烦恼。所以我们很容易跟谁闹情绪呢？跟最近的人，是吧？哎，你在路上你会去要求路上的人吗？不会啊。可是你一回家了，我都做到这样了，你怎么都不表示表示啊？要求来了。哎，我对你已经很好了呢，你怎么还这样？哦，所以这个很容易求，而且啊，你现在在处理事情啊。要从根本去处理事情，你要把事情处理好，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我的心。对呀，一切法从心想生呢，所以这件事是我心想生呢。我的心用错了，这个事会往好的地方发展吗？可是啊，我观察人一处理事啊。就陷在你这个事里面的人事里物里面了，都不管自己的心了。哦，我常常这个跟同修在聊天，他说他好过分，我为他们好，他们都不接受。我说你都看到别人不对，你都没看到自己的心念不对。他说：“我为他们好啊。”我说：“你为他好，你有没有夹杂情绪呢？”哦，再来，哦，有时候他说：“我没有夹杂情绪呀。”我说：“你讲话的地点也不对呀。”哦，归过于失事啊！你怎么讲人的时候，这个旁边还有人，你还讲？其实那个都是忍不住了，对，基于义气，迁于感情，就落入第二念，依报随着正报转，
你处理的事是医报，随着我们这颗心在转，我们有一种惯性啊，就是遇到事呢，就是向外着想，进一步是指责，我们就拉不回来关照自己的心了。首先关照什么？我的起心动念跟经教相不相应？只要我的心跟五行不相应，我的言行一定偏。心行一如嘛，你心偏了，哪有可能言行会对？不可能的。哦，所以关照我的心有没有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哦，关照我的一言一行有没有跟经典相应？要在这里下功夫啊！我们的心啊，还有一言一行都跟经教相应啊。你处理任何事，它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哦，所以我很感激老和尚的加持啊！当时候这个老和尚说一条龙很重要，讲了快1个小时啊，我这个个性又激动起来啊，弟子愿意承担啊。老和尚说不是你承担，是佛菩萨祖先承担啊，我还把自己的脸打那么肿。不是我承担，佛菩萨祖先承担的。哎，自己还有烦恼啊，怎么承担那么大的事啊？哦，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佛菩萨好调兵遣将啊。哎，佛菩萨祖先承担，你把心用对就好了。哇，这个加持太重要关注在心，不要向外着想，不要动烦恼心，要怎么样？佛号在心中，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你只要佛号啊，在心中提得起来，不要让它断，你就不容易起情绪了，容易冷静下来，比方说有一点波动了，哎，你佛号一直在提起来，念佛即是自心现的，洪明正章自性，你专注念了，这个妄心就下来了。要把念佛摆第一呀、啊！黄念老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呀、啊。我们今天守不好我们的念头跟言行啊，你想去帮别人呢，别人不服气的。为什么？他一看到我们半斤八两，还讲我。是吧？我们现在知所先后啊，要先提升自己的心地功夫，自己的心要做得了主。我们要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我们没有了这些贪嗔痴了，没有这些缺点了，我们才好去护念别人，改掉这个缺点。我们现在都急着要帮别人，都忘了提升自己了。自己不能渡啊，何能渡人？无有是处啊！这些话都不能跳过去哦。佛在经上啊，曾讲过一个小故事。舍利弗呢是小乘人，
有一天呢，他发了大乘心啊，要学普度众生，要行菩萨道。啊，舍小向大了，忉利天人知道了，就变化成一个人，啊，在路旁边哭。啊，舍利弗行菩萨道啊，哎，找到了对象。哎，没有想到啊，这位天人是来考他的。啊，舍利弗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啊，他说：“啊，我家里有人生病，药都齐了，现在就缺少药引子，病是没有救了。”哦，哎，舍利弗问了：“你要什么样的药引呢？”啊，他说需要阿罗汉的眼睛啊做药引，舍利弗听了之后，心想啊，哎，自己正是阿罗汉，没错，啊，哎，找到对象了，行菩萨道了，啊，怎么办？啊，舍利弗把他的眼睛啊挖一个布施给他。啊，结果那个人就说了：“你是好心阿罗汉呢，啊，但是你错了，我要的是右眼呢，你挖的是左眼啊，所以什么事不要太着急啊，先问清楚啊，这没有用处啊。”舍利弗想想，嗯，还是得修学菩萨道啊，再把右眼挖给他。啊，那人接过去闻一闻呢，说这个眼睛啊太新，太臭了，往地下一丢走了。啊，舍利弗，哎呀，众生太难度了，啊，于是就退行了。啊，众生好不好度啊？其实啊，众生不是不好度啊。是我们不好度啊！哦，哎，你看《论语》教我们，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你对他很好，一心一意为他好，他还不理解，你不会难过，这是君子啊！哎，等于是说，我们的所付出的都没有求回报，那你就不会产生这些烦恼烦恼还是由我了，才会生烦恼啊，不是这个境界给我烦恼的，啊，不能讲这种外行话啊，你看都是他害我生气的。啊、哦，这个是外行话啊，学佛学那么久了，要讲内行话，佛法是内学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我自己的心动了。哦，啊，这舍利弗退心啊，感叹呢，菩萨道难行啊。啊，这个舍利弗退心呢、啊，他是退大乘心啊。我们刚刚有讲三不退啊，第一个是位不退，阿罗汉那不会退到凡夫了；还有一个是行不退，不会从大乘菩萨道退到小乘去了。哦，所以他发了大乘呢，可是还没有到。行不退，还是会退回去的。难行在哪里呀、啊？为什么难行菩萨道？外着相，内动心。啊、哦，佛不是明明教你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哦，所以啊，这是装不来的，勉强学。学不来，
要真正的功夫，要立志练心啊！一个人遇到境界了，都能阿弥陀佛，不被境界影响，那他那个佛也是练了好一段时间才练出来的。所以夏莲老说的，一个人射箭了，一射到靶心了，哎，你很羡慕哦。那你拿起弓来，会不会想，我一箭就射到靶心了？一个人一射到靶心了，绝对不是练一箭练出来的啦，那都不知道练了几万箭呢。发矢中地啊，原非一发之功啊！磨杵作针呢，岂是战磨之力啊？你拿个铁杵要磨成针，刷刷就磨成了，不可能啊！得用真功夫啊，得老实干啊！真正的功夫啊，才能永离热闹。当然，这事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呢。要怎么做呢？难行能行。慢慢的学，逐步逐步放下。修行有一个过程的不能着急。深处转熟，熟处转深。我们本来对佛号陌生的，慢慢。随时可以提起来，熟了。我们对五欲六尘呢，这些牵挂了、贪恋呢，很熟，慢慢淡。一下子放下做不到，先从哪里放下呢？先从身外之物练习放下。身外之物包括金钱、珍宝、产业。能放下你所爱的身外之物，逐渐逐渐的放下。当然你是在家人你有家庭责任哦，你不要听到这里很冲动了，家里钱全都捐出去你家里人都跳起来了，那不对哦，你不要一听一个法就执着一个法哦，法是圆融的哦。布施跟敦伦敬分没有冲突啊！当然这里讲珍宝我们修行人要敏锐一点。你身边留个珍宝啊，你不是一种累赘吗？是吧？哎呦，这个珍宝啊，得放好啊，不然会被偷啊！你就一直要想着它。它不就变成一个负担吗？人家珍宝挂在脖子上哦，还要怕人家抢啊，也是你心里的负担啊。所以我感觉啊，人别给自己找太多麻烦。生活呢，简单就好了，不要增加这些心上的负担。连佛珠啊也不要太多，你每天看着哇这么多串佛珠，光是想拿哪一串念都有点起分别执着，所以老和尚说了，人家送给他东西呀，他一有缘就送出去了，不然你放这些东西都是心理上的负担。修行人要敏锐哦，任何身外之物会增加自己的负担的，要懂得放下，更不能去追求所以过去啊，张家大师教我学布施啊，最初怎么布施啊？把自己用不着的、多余的物品啊送给人，
啊，原来没有学佛的时候啊，不喜欢的物品啊，也不会轻易送给人的。啊，以后再进一步，更进一步啊，不喜欢的自己可以留着用，喜欢的送给人，啊，新的送给人，啊，旧的自己用，啊，新的送给人，一开始会心痛的啊，正常。时而勉强，终则泰然。哎，你新的送给人家，你还很高兴呢、啊。哎，你于诸众生示弱自己了。啊，不然这句话要落实在哪里？哎，别人用我更高兴。哦，从前是新的自己用啊，用旧了才送给人。啊，此时啊，就进了一大步了。啊，再进一步，这个东西我只有一样，心爱的也能割爱，也不吝啬。啊，逐渐逐渐的去学，要认真去学，要一年比一年进步。啊，我们一年过去了，看看有没有更舍得下啊。可是单单修施舍啊。若不学看破，施舍是很难过的。看破是智慧，所以智慧啊，要天天增长。啊，这样施舍之后啊，心里会有法喜。哎，我依教奉行啊，会很欢喜，啊，不会舍得很难过，很后悔。这就是远离热闹的秘诀。理得心就安了，不会随境界起起伏伏。尤其我们知道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莫向外求。自性有无量智慧、无量福报啊。那这个自性的无量智慧、福德向好，怎么恢复？舍。舍到内舍六根，外舍六尘，那自性就会起作用了。能生万法，最后身心世界都舍掉，一切放下，这是大布施了。啊，我们要练这个三轮体功啊，这个布施内不见己，外不见人，终不见所施之物，是为三轮体功，一心清净啊，清净心是真心了。那我们所做一切都不放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啊，哎，就跟这个三轮体功啊，越来越接近了。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抱歉，有时间有一点超过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